经十年春，公如其，公至自其，其人归我祭西田。夏四月丙辰，日有食之，己巳，其侯元卒，其崔氏出奔魏，公如其。五月，公至自其，癸巳，臣下征舒氏其君平国。六月，宋师伐滕，公孙归父如其，葬其惠公。晋人、宋人、魏人、曹人伐郑。秋，天王使王季子来聘，公孙归父率师伐诸。许邑、大水，季孙行父如其。冬，公孙归父如其，齐侯使国佐来聘。姬、楚子伐郑。传十年春，公如其，齐侯以我服故，归季西之田。夏，齐惠公卒，崔杼有宠于惠公。高，国为其逼也，公卒而逐之，奔魏。书曰：“崔氏非其罪也，且告以卒，不以名。”凡诸侯之大夫为，告于诸侯曰：“某氏之守陈某，失守宗庙，敢告。所有欲薄之使者，则告；不然，则否。”公如其奔丧，陈灵公于孔宁，宜行父饮酒于下室。公谓行父曰：“征书四女。”对曰：“亦四君。”征书并之。公出，自其旧舍而杀之。二子奔楚，滕人是晋而不是宋。六月，宋师伐滕，郑及楚平，诸侯之师，伐郑，取城而还。秋，刘康公来报聘，师伐诸。许邑、季文子出聘于齐。冬，子家如齐，伐诸故也。国无子来报聘，楚子伐郑，季氏会旧郑，主楚师于营北，诸侯之师数郑。郑子家族，郑人讨幽公之乱，擢子家之官而逐其族，改葬幽公，谥之曰陵。